动物。我觉得我的表情包还蛮多动物，对对，那些动物还挺 OK 的。杨紫的话，我觉得是就是那种幼年的那种小猫咪吧，对对对对。最大的分歧就是，最大分歧就是皱眉与不皱眉。对对。我最喜欢的肯定是他对于自己梦想的坚持和他的奋斗的整个过程，然后最讨厌的就是太爽了。对，不要这样。但是可能是我们剧本层面或者说是我们呈现的就是这样的，我希望也是把他最纯粹的那面表现出来，但生活中的自己还是相对会往回收一点。对。